现在民间的规矩，如果有认了所谓的干姐姐、干弟弟、干妹妹的话，依照你们女生的直觉，就是居心叵测，对不对？我觉得干姐干妹都还好，不要是干爹就好。现在说干爹已经变成是一个可疑的身份了。干爹我觉得听了就是有点令人毛骨悚然。OK， 那干姐姐还好的话，今天这三位比较安全一点。我们有三位干姐姐在现场，哈喽你们好，欢迎。三位呢？干姐姐。Julie 还有 Vicky， 那他们今天要来在我们大家的面前来认领他们的这位，不管是干弟弟还是干妹妹，我们的等待被认领当中一共有两男两女吗？两三人一鬼吧，是不是？是，那是一个东西吗？你是家具吗？没有。说实话，那两个男生还蛮适合做干。干儿或干弟，对不对？其中有一位脸上就写了干弟，谁 ？Terry， 干爹。你就是写了干弟跟被包养。为什么？我感觉一种气质。Terry， 你方便把那个外衣宽下，看看你当干弟的那个。哇哈！哎呦哎呦！讲的啊，就是准备好。不是因为我最近有在教那个健身课，就是为了服侍长辈而存在的吧？不是啦，真的不是啦，口水都流出来。没有，是我本身就是体育科系，我在运动，然后最近有在教课这样。你有干妈吧？严格说起来两个。那不严格。你觉得两个是对你的干妈的配额来讲，算是多还是还不够？我觉得够了，因为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的功能不同的，不是不一样的领域吧？对，功能干妈要功能，怎么功能？有的干妈就是专门请他吃饭，有的干妈是送他跑车的这些啊。哦，我都不是，我都不是。那绿茶也还蛮适合做干弟弟或者是干儿子。绿茶比较没有那气氛哎，你不会叫他也脱了吧？感觉很想要脱哎。你以前的身材呢？我也有身材啊。你有过吗？你露一下腹肌看一下好了啦。啊，腹肌算了，没有。那思佳，你不是应该是干姐吗？你是干妹吗？我是干姐。你是干妹妹是不是？对对对对对，我是干妹妹。所以还有人可以当你干姐的，因为你长得比较像姐姐的样子啊。做什么要检讨一下？姐。你不觉得他的样子比较是那种管人家的人，而不是被管的，就照顾人家，照顾一些黑社会妹妹这一类的？有，我有一票年纪小的妹妹，然后他们会把我当姐姐，但是我自己还是会很需要其他的姐姐，然后要来管我。所以你有在迷干姐跟干妹这个东西哦？不是迷，就我觉得大家互相照顾的感觉很好。请问你现在有干哥哥吗？我有一个干哥哥。你有干爹吗？我没有干爹。有一个干爹，但是小时候的，就是爸爸的朋友，因为他没有女儿。那干爹喜欢我。你过年过节需要去跟干爹拜节拜年吗？要，因为他是爸爸的朋友，所以他也像我另外一个爸爸一样。那个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啊，因为我来找我干姐姐啊。好，等一下我们帮你找哈。谢谢，慢慢等。我有限。S， 如果照旁边这三位看起来的话，思佳应该配给谁当干妹妹啊？思佳应该是配给宝妈比较对，因为宝妈比较像是容纳所有人。对，我是他们三个我都 OK 的，因为其他比较不像他的长辈。是，对我看起来比较像他妈妈。然后你觉得 Julie 以他跟杨凡先生结婚的口味来讲，我觉得他要 Terry。是太撩我了，因为凡哥对你来说已经完全没有吸引力吧？你看他身材怎么比？这身材也很好。你是二十年前凡哥裸体，你看了会反感吗？你说正面还反面？就是有差吗？有，当然有差，正面反正没有差哎。没有啦，其实以他的年纪来讲，他算 OK 啦。当然，平常讲 OK。撇开在场的人不讲的话，电视上面看到哪几位明星，你是会留下来多看几眼的？有一个人，如果他愿意娶我的话，我会考虑跟我先生离婚。哇，可以这样讲吗？宝妈猜一下，宝妈猜。华人吗？华人。宝妈猜一个。华人，我可以猜吗？赵树海，赵树海。我想猜曾志伟。是有一点接近哦，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Vicky猜一个，我觉得他应该喜欢帅哥啊。
他说曾志伟有点接近，所以是那个路线的哦。Close 哦，陈天勇。陈天勇跟曾志伟哪里有菜头？啊对，菜头接近，菜头很接近。如果今天菜头要娶我，然后我跟我老公如果离婚的话，他应该会去自杀。是，所以请告诉我们是谁？吴彦祖。他怎么会？香港，这一集哦，千万不能剪这一段，我一定要留给曾志伟看。原来他跟吴彦祖很接近，应该千万不能给吴彦祖看到才对吧？很多人都想要嫁给吴彦祖，就有什么好讲的？他真，可是他是唯一一个男生，我看到会脸红心跳。真的，所以你想得到他是不是？不是，就是觉得说真的，世界上怎么可能这么完美？真的有那种恋爱的感觉哦。对，没有啦，应该这样讲，真的吴彦祖是我心目中的偶像，然后杨凡是第二。OK， 对我还是要给他。所以照 S 的分派呢，就是王思佳派给宝妈 ，Terry 派给 Julie， 然后绿茶就是 Vicky 的了。绿茶跟 Vicky 可能偶尔会出来喝酒吧。OK， 对，应该是酒挂的。对，请问我们都是很健康的。范范跟黑人的婚礼那天，你喝到什么状况？就是还好嘛，安全回家啦。你有去 after party 吗？有。哦，我还在帮你找手机嘞。啊？有这一段？天哪，我真的完全不知道状况，对不对？然后我就一个人坐在那，看我哥走过来，就说：“你有来哦？”我说：“对啊。”他说：“啊，也对啦，反正人气也不会有人理你。”然后看我哥又飘走。我讲这种。你就礼貌性的跟我打一下招呼，就说厕所在哪里，然后就走了，就飘走了。好，所以 Vicky 如果是绿茶的话，来绿茶，请你拉起你的绳子来。哦。好，我们来看看绿茶的归属。好开心哦。来。哎。来。谁呀？打劫了，打劫了。啊，来啦，你们听到了。哦，就是 Vicky 吗？是 Vicky 的。所以绿茶，你叫 Vicky 什么？姐姐啊。他都叫我韩文 Luna。为什么要叫韩文？因为就他是韩国人嘛。Okay。 那我又很哈韩呐、啊。因为长辈的话，我们就叫 Luna。可是你跟 Vicky 不是差不多大吗？哪有，他比我大很。我比没有很多。两三岁。对。差这么少，你们两个不可能、啊、差两三岁而已。绿茶娃娃脸哎。对啊对啊。屈中恒知道你们的关系吗？知道。他不介意吗？他不介意，因为其实等一下会告诉你们他另外一个不介意的原因。OK， 他是同志，不是？不是啦，我是 straight， 不要乱说，我是同志。不是，是说屈中恒是嘛？是不是？屈中恒一定有一个人说才会。好，那思佳，我要看看你绳子连到谁身上。哎，谁？哎有，谁的绳子在动？哎，宝妈吧，你谁是谁？拉起来。来呀！是不是我的？这么可怜，那只剩下两个人给宝妈了耶。对，思佳应该是我的，怎么搞的？那个没有，思佳应该是我的。难道女鬼？难道女鬼会是宝妈的吗？我觉得是哎。女鬼，麻烦你拉一下绳子好不好？我是范范，好不好？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属于那个区块。你应该绳子连到 S 这边。对，那个区。来来来，赶快拉。范范，哎，你的绳子呢？哎，没有啊，我在哪？你是柱子的朋友，你跟柱子结拜了，所以我就在这边干。你跟柱子聊得来哦，我在这边干柱子好了，干柱子，他是我的干柱子，太好了，你好好跟他相处哦，享受亲情。好的 ，Terry 是宝妈的耶，哇塞，宝妈的，宝妈怎么？宝妈怎么会这么有艳福啊？真的，所以宝妈你口口声声说你不要男人，结果其实她要男孩。对，没有啦。Terry，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宝妈的干儿子行列？大概两个月前啊，对，两个月前。宝妈她为什么穿着黑毛衣？我今天有问她，我说今天现在已经夏天了，对不对？没有，因为我里面穿背心，所以才要。思佳，你觉得怎么样？可以脱，就脱啊。Julie 呢？你觉得怎么样？要么就是穿外套，不要穿背心，不然就脱外套。那我就脱外套好了。没有啦，重点是你知道 Terry 他通常这样子，他通常跟我们出去吃，他都不敢穿到很背心的，他一直都觉得大家会往他那边看。所以你最近是为了肉而？不是啦，没有，不是啦，没有，其实真的不是，是因为摸到你刚刚摸到臂膀了。
我觉得很好啊，哎，他是我唯一，我敢牵着他走，因为他上个礼拜带我去航楼对，去拜拜，然后我是完全我可以牵着他走楼梯的。其实我对男生的肢体，我自己都很这样被拍到，杂志不会写是小狼狗吗？没有啦，没有，因为那时候航楼的拜拜，他有一个很斜的那个楼梯。是你们勾在一起走走看，来，绳子拿掉，绳子拿掉。确定吗？你们觉得我这样像 OK？ 像，就从后面看，真的感觉是在包养。你是。哪一个眼睛觉得我会包养这样子？看嘛，你看背影嘛，背影。对对。很明显，就是有一种老牛吃嫩草的感觉。你其实是在享受这件事吧？我因为可能我没有儿子，然后我很喜欢有一个儿子可以让我撒娇。哦，我很喜欢。然后撒娇是说会把头弄到他胸口转来转去吗？不至于，但是我很喜欢勾着他。然后，我很享受他最近对我的关心，就是每天晚上就会不定时的到你房间。他陪着宝妈来录影的时候，他走在宝妈的后方，然后看着宝妈的背影，你们有听到他说什么吗？没有，没有。你们没有听到吗？没有哎。S 知道他说了什么吗？什么？你刚走在宝妈后面，你称赞宝妈。你有听到？你说，我说宝妈你的腿好细哦，好正，你知道吗？你在跟干妈搞暧昧？不是，真的不是，因为宝妈一个月给你多少钱？真的没有啦，因为宝妈最近真的比较瘦。你的有氧教室是宝妈出资的，对不对？不是啦，没有啦，真的没有啦，因为宝妈最近瘦了，然后我刚好看到私家。你怎么知道宝妈最近瘦了？因为她就是那个。你有量过她的腰吗？没有目测，不是因为你要称赞长辈，应该是说宝妈最近气色好，你怎么可能会说她腿很细？很正，因为刚好思嘉从旁边走过去，然后我就看到思嘉的腿跟宝妈的腿就一样。哇塞，思嘉你输宝妈哎！然后我就觉得，对啊，所以宝妈怎么回答你？宝妈就说她最近就是腿就比较瘦，然后就撒娇把头放在你肩膀上。姐没有，我这样好紧张哦，有没有？你看看我有在练，你摸你。我有时候还真的觉得这样还蛮有趣的。所以宝妈，你图的是什么啊？我就说嘛，其实跟 Terry 这几个月啊，就是我非常开心的是因为，你看到他对我的信心，你知道他是一个小孩子，然后他爸爸在3年前过世，然后他必须要照顾妈妈，然后他在上个月啊买一台新车。那他之前跟我们出去要骑摩托车哦，他骑摩托车。其实我曾经跟他讲说，妈妈不建议你用摩托车载我这样子。他说我怎么可能用摩托车载你这样子？我说没关系啊，你带我去航楼的也可以啊。然后他上个月出了一台新车，可以看一下。你为了宝妈买了一辆车？其实不完全是为了宝妈，其实也为了我自己的。你没有女朋友吗？没有，目前单身。可是因为宝妈可能想坐机车啊，她从后面抱着，想一定的感觉，撞爆车，还有一直刹车，然后她要就是你知道瞬间的这样贴在你身上啊。她开摩托车好帅哦！我有一天在东区跟她吃完东西，然后你们两个一对一吃东西，没有，还有另外那个，然后呢我就坐车走，然后我看到她骑摩托车，真的就是她骑哪一种？大台的，然后重机，好帅哦！真的，你当然要在后座啊。重点是那时候汪建民开车，我总不能不上汪建民的车，然后跟他说我要坐摩托车这样子啊。你把皮包丢给汪建民，就要把皮包载回去。我不敢。宝妈，你说的重机是这样弯的，还是说像张飞那种这样子？没有这样子弯的那种。所以你在后座就要趴着。我觉得很帅呀，就是这样人呢。那 Terry 到底有没有用那辆重机载过你？没有，目前是没有。没有，宝妈想要坐、啊。没有，因为我会考量安全性啊。然后他不要安全，他要燃烧。他有追梦 ，OK。他在风中拂过头发。然后他上个月啊，就有一台新车，就在我家楼下。你知道他，我一上车，他跟我讲，他说我终于有车可以接送你。哇，是不是应该对女朋友讲的话吗？你怎么会？那天晚上我在他面前，其实我的个性在这些孩子面前我都好硬哦。听完我回家在家里面，我想说，我何德何能啊？真的，我怎么会？你是对着镜子吗？
回家没有对镜子，就一直就觉得怎么会有一个这么这么窝心。妈妈，现在收回了吗？没有。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你为什么开始唱昆曲啊？新专辑，没有啊。其实康宏哥那个车子是有故事的啊，因为不只是对宝妈，对我自己的妈妈也是一样。那是，因为3年前就是因为我父亲不在嘛，然后我一直觉得说，因为父母亲就是年纪都还健康的时候，就一定要能带他们去哪边就带他们去哪边。但因为宝妈跟我妈妈年纪其实差1岁而已，所以我就把自己的妈妈对于你有一个干妈这事情有没有一点点？不会，其实我妈妈很开心，因为我妈妈是比较传统的妇女，所以她在家。他是比较少往外跑，那宝妈就是在工作上，他都会对我有所照顾。你们怎么认得的？其实是因为甜甜啦，甜甜的关系。谁？小甜甜。哦。对。他不会也是你干姐吧？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就是我又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白目的事情。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我真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长辈，因为在汪建明跟柯以柔身上，我真的是瞎到一个极点。我最白忙一场。我一厢情愿。哦。我喜欢柯以柔，那我以为我喜欢汪建明会喜欢，然后汪建明是一个不太敢对我说。不要不好，比如他约我吃饭，我说哎约柯以柔，他说哦好，他永远都说好，结果我一厢情愿的，到后来呢两头都不是人，为什么你知道吗？他们两个会尴尬了，那我真的不知道，我还一副那种，因为曾经瓜哥跟我讲过，他说宝妈，你确定你要这样子做吗？你知不知道柯以柔有人在追？我说有吗？我还不知道。他的故事是说他要撮合 Terry 跟小甜甜吗？真的是你的想象力越来越丰富哎！所以，我就是一个白痴的长辈。我那一天我真的是瞎，你真的是要撮合小甜甜。我一看到他，然后甜甜就说：“妈妈，妈妈，我跟你讲哦，那他是 Terry。”然后说：“你喜欢他哦？”这样子，然后他就整个笑说：“宝妈不会这样子。”他这两天他问我说：“你那天是在开两个几个月前你是在开玩笑？”我说我讲真的耶，所以你是说最后你没有爱上甜甜，然后把焦点移到宝妈身上？其实也不是这样讲，那甜甜跟宝妈不就变情敌？是啊，不是啊，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宝妈？不行啊，这样是乱伦了。不是因为宝妈，你今天我很难得看到你穿低胸装哎。对耶，没有，不是，而且他还一直，他一直说啊。你那个高度看不就是刚刚好，就是有不会，我把他当妈妈一样，我是不会这样看。妈妈有身材啊，我知道，腿很细啊，就是从背影看这样子。有些年轻人会迷很懂很多事的女人呢。我就是欣赏宝妈很有智慧，真的。因为当初跟建明跟甜甜，然后碰到宝妈之后，所以你刚才看到宝妈的穿着有动心吗？其实我早上去接宝妈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吓一跳，为你穿成这样，就因为我本来坐在车上，然后我就看着，然后就这样，我就赶快下车门，然后去帮宝妈开门，这样。哇，贴心！而且他还买了一杯热牛奶，好贴心。我还跟他讲说，我是 Terry， 你知道我多少年没有喝热牛奶？哦，对，贴心。那你喝了吗？喝。所以他不管端什么来，你也喝，对不对？我会很开心啊，我很享受，可以有一个人让我这样子撒娇。可以牵手吗？你们？可以啊。可以。可以。嗯，十指交扣。可以。可以。你们这，我要看十指交扣，为什么？我很奇怪，你要觉得很讶异吗？我不觉得，你看我们两个多，我跟你讲，真的那种感觉是很超自然的。因为我跟我妈妈也会这样。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样走路不奇怪吗？十指交扣很亲密耶。宝妈，你走走看。我觉得很，为什么？我觉得很好啊，很小亲密。对呀，我觉得不对呀。为什么？情而且有情。而且有时候我们在合理，有时候我们出去呀，我很喜欢这样站在他旁边这样，靠着我，对，靠着，我好喜欢。然后为了爱已经跨越了世俗的界限了，就是那种安全感哦。可是宝妈会拥抱吗？比如说会刚见面会，我要看你拥抱，真的吗？会觉得这样子，我怎么拥抱？真的假的？那你会新娘抱他吗？新娘抱是没有过了，比方说他上楼的时候，Vicky， 看你这样幸福，我们也好性格。Harry 宝妈脚扭，感觉很幸，听你很开心，对，好可爱，对啊，确定吗？抱上楼的感觉，对啊，快点，为什么要抱他？
上飞机了。我觉得很好哎，我会考虑去谈场恋爱，真的，相信我。为什么就这个现成的、啊？没有，他真的是儿子，真的真的。所以如果你们两个都高兴就很好、啊。因为汪建明就一看就是你的干儿子，可是他不是啊。是啊，我年纪这么小，不年龄不重要。嗯，是感觉。对，而且刚刚宝妈撞到头的时候，她这样子抱着他要扶在这边，哇塞，你我老公都不会做这种事，真的，真的还假的 ？Vicky， 你手那边那个，我跟你讲，绿茶应该抱不动，很幸福啦，他摔伤啊，又受伤了，又受伤了，难为他了嘛，受伤了，等一下，上楼，不要打头 ，Vicky 都不娇羞，你跟因为不浪漫啦，那个。怎么了？很重吗？扭伤了，一点点。他急得要把我放下来，突然不行了。玉姐，绿茶抱。好了，我会减肥啊。绿茶抱他没有感觉。没有啊。没有，因为弟弟的感觉啊，姐姐啊，抱起来。这就很正常。如果抱宝妈的话，应该会有感觉。如果抱宝妈的话，你也要抱宝妈？你要抱吗？来，我们抱一下。没有，你抱我看有没有化学作用。对，我们来抱一下，看有没有不一样。你抱得动吗？你确定抱得动我？你要小心吗？他有穿全的，他 OK。有。是有啊。小妈是专业被抱的人，对，我觉得是宝妈的问题。而且宝妈你抱起来就小女孩儿，对啊，所以宝妈问题是出在你身上，你要恋爱啊。来私家抱一下宝妈。快点抱！宝妈不要被抱，不要。我抱柱子啊，你回去从来没有在脑中浮现过她的背影。不会啊，就是一个妈妈这样子。真的，你这样太伤宝妈的心。不是那个不一样的感觉啦，不能这样子。所以让你会有感觉的还是少女吗？我觉得是成熟有想法的女生，散发出来的气质。宝妈。是啊，是宝妈，宝妈是。所以像 Julie 这样呢 ？OK 啊。OK 什么？讲清楚。不是什么 OK 什么，像 Julie 姐就是会是姐姐的感觉。如果你在楼下等宝妈，然后她上车之后，你发现她穿透明的薄纱长洋装，宝妈她穿透明的薄纱上车，我突然想到，我刚上个礼拜去香港，然后我看到一个透明薄纱的睡衣，然后我忍不住说，哎，其实一个人住，因为我女儿现在不在，因为我家也不会有人去。穿一件这个试看看也可以，因为我以前都认为这在我的可以呀、啊，我觉得我以前就觉得我干嘛要这样，然后 Terry 去按那个，然后我曾经穿过一次，正好一去我们家按门铃，然后我就开门，他就跟我说，你们家有人在哈？我说我们家没有人啊，那你干嘛穿这样子？然后我就再也就对那种睡衣就觉得薄纱里面是没穿吗？没有穿，那在家里面干嘛要穿？那家的。那不就是派上用场，全部都看得见吗？对呀、啊，那我一个人住啊也 OK 啊，所以上个礼拜窗帘要打开吧。哎，你们真的是把我想到真的。我上个礼拜就买一件，买了。不过今天那个最惊人的事情，并不是发生在这对母子身上，而是 Julie 有一个消息要告诉我们。是，对，这实在是太难承受了。Julie， 你最近在忙什么？我最近啊，就录制专辑啊。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大声点！我最近在录制专辑，个人专辑，对，是个人佛经吗？流行歌曲，流行歌，而且那个词是凡哥写的，一首而已，有一首歌，只有一首是他写的。可是族群是要卖给谁？都有啊。从你是歌手吗？我喜欢唱，我要听你唱歌。不行，来，你在录专辑。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今天会唱家庭主妇来。
来讲，歌声是不错哎，很好。你这话的意思是？对，我好想了解。对，是凡哥帮你出钱出唱片吗？不是，他是一首歌的制作人而已。所以是有人有专业唱片公司出，是一个出资的团队，然后是唱新歌，对，载歌载舞。有一首会拍 MV 要在电上播，会舞曲是像电子舞曲那种，对，其实我里面是有两首是电子电音，哇哦，有一首是 rap， 你会 rap？ 应该现在讲不是你们两个主持人，我觉得这态度没有很 OK， 对，尊重一下，尊重一下，对呀，对，他是玩弄。是单曲也是十首歌还是二？你们不惊讶吗？你们俩不要用那种惊讶的眼神，外面有这种接话，对，就是为什么？我真的很开心，我终于来了，你们两个问不出来，是谁找你的？是哪一个唱片公司？没有，其实是我老公本来就有一首歌，他本来是只想我唱他那首歌哦，单曲，对，单曲。那后来大家试了之后，就决定说是出专辑，所以大家都在燃烧哎，对啊 ，Vicky 你在燃烧什么？我就是在酒精燃烧被燃烧吧，我燃烧酒精而已。对啊，谁就这样？请问屈中恒原谅你了吗？他，我本来就没怎样啊。因为你不是把小生病的小孩丢在那个，不是，是我走了，小孩才生病，那也不是我能够 control 的。然后他就跟你发脾气，对，因为他没有这样子的经验过。那我就跟他说，那你常不在家的时候，我也是一个人照顾三个生病的孩子，我也从来不会用这种方式。你就跟他讲说，你也要燃烧啊。对啊，我就真的我也需要燃烧。所以你绿茶有在你面前大哭过吗？有啊。什么事？我大家误会了，你知道吗？之前大家都以为是那个小马，他说他那个很私密的事情。那件事我们没有播出，不需要讲。真的，那就不用再说了。其实他哭的点不是。那件事怎么？那件事怎么会连名字都自己讲出来？天哪！你不知道，全世界真假的。瑞小，你放心，我们没有播出。他没有播啦。观众们并不知道，是圈内人有稍微就是。我们不但不是真的，我们不但没有播，而且我们应该都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我个人是没讲，我都没有讲啊。他们开玩笑的，真的。好，绿小，我们不讲那件事，讲了，对不起，对不起。讲 Vicky 你怎么知道的？啊，就是那当天呢，我也在，可是我先带小朋友走了，我先带小朋友去 supermarket 买东西的。就是回到台湾之后，阿啾有一次我们在参加一个教会的活动，阿啾就跟我讲说：“哎，丽姐。”那个绿茶那天的事你知道？我说我知道，哭啊。那个阿啾就说不是那件事啊。我说怎么了？不是哭那件事，不是，是啊，天哪！他就开始形容，而且是形容的非常仔细，这样子一五一十告诉我说他跟小马跟谁叫他去厕所，他上厕所，然后之后大家就这样就好，这样就 OK 了，这样就大家都知道答案。然后阿啾是连颜色都跟我形容，什么颜色？上厕所的颜色，对对对。我就整个这样，好，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我就转过去看他，然后他就是，哎，姐怎么样？姐怎么样？我说 I know your secret， 然后他就整个啊崩溃，在那个白人面前崩溃，说为什么你也知道？绿茶好像也没有很生气，你讲出来这件事，哎，没有，其实不是什么事，我觉得这种事情不需要讲，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喝的有点懵啊，后来他们看到你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不知道啊，他们没跟我讲啊。那我后来我们节目讲，回去没有跟我讲说，哎，我在康熙讲到你，我说哦，好的还是 OK 的，好的还是不好，他说 OK 的，我说阿菊有跟我讲说他讲我的好的事情之类的，就说你在大家一起的时候我在那边痛哭，就是因为记者的事，对记者，对对对对。所以记者，我先问记者的事好了，你怎么了？那其他那一天就是他跟马国贤两个人就穿红色的 T 恤，然后两个人就是坐在那个最前面记者那一桌。那我们所有的艺人都坐在最后面。那我们大家在那边聊天讲话，就在那边开玩笑说：“你看他们两个多想红啊！”那穿着一副那红 T 恤，还到前面跟记者聊天什么的，把关系这样。我们大家那一天其实有这样开过玩笑。之后隔天我们就要回去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就韩国馆就吃韩国料理，康哥请我们去吃，那大家就也喝了酒，他也是就是一去就会帮大家调好酒，蒸露加啤酒这样帮大家都 setting 好。可是我那天就觉得他很怪，然后我就看到的表情什么都很怪，我就说绿茶，你是在担心你女朋友去春娜吗？因为所有人都吓他说春娜怎么样，多好玩多好玩，他其实在关岛就很担心他女朋友这件事情，会放很开心。对，最后他被我逼着他讲出来，他说他其实今天早上的时候，记者在写稿的时候，他就凑过去看，
结果有一个记者，我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怎么样，就直接看，就看着他说：“你看着看，反正我不会写你。”然后他整个就是从早上到那一天晚上，就真的处于很 sad。可是就是在我那个点，我就问他说：“你到底怎么了？”然后后来他说没事，之后就出去，出去我们大家嘻嘻哈哈的，也忘记了。后来呢，就突然我说：“绿茶怎么不见呢？”他该不会跑出去哭吧？结果绿茶就进来，我就看他眼睛真的红了。我就一问说：“绿茶，你真的是出去哭吗？”他就抱歉，就当着大家的面就大哭。导火线完全是因为那位记者的那句话。对，所以你觉得很伤人是不是？因为他讲话那就有点重，又带一点开玩笑。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你不需要去讲那句话。所以你宁愿我们聊那件事情都不要讲这个吗？你说哪一件事情？那件很秘密的事啊。不是厕所那件事情，完全。那他们看错，他们都喝懵了，他们其实没有错。Junior 很过分 ，Junior 只是看一下这个是，对他本来说也没什么，所以哇，他的反应比我们大家还要大，我觉得说他其实他讲的只是在演戏，对，他夸张了，可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他们这三位女生都想知道是什么，我想知道，是什么意思？你可以自己讲吗？可是你是怎么要自己讲哦？宝妈是这样子，他什么？你讲，哎呀，算了，你讲了，就反正那一天大家就去厕所，他们就看到，我都可以。我看到就是你的那个很重要的东西，没有就是看颜色嘛，因为我本来就很白啊，那我觉得可是都很干净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就觉得说，哎，颜色怎么是有点白，不是他是太白，对太白了，我疯了。绿茶，请问一下，就是你今天来康熙是以为我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我本来就不知道这件事，所以我看过，我以为是 Vicky 姐的干弟弟，或者我想说就过来大家聊聊天。因为我就会扯上东西。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了，可是我不知道你们有剪那么干净。我没有剪，因为 Junior 有跟我讲。今天如果不是你开口，我们一点都不会。因为是 Junior 跟我讲说他有在康熙讲这件事情，然后大家都误会是他的哭点，那其他的哭点不是那件事。你这样看，我们看他的眼光都怪怪。对啊，是粉红色，我看到是粉红色，什么东西啊？绿茶，你本来以为此事从那个岛回来以后就可以。再也没有人提，对不对？对啊，我觉得你为什么不警告一下小马跟 Junior 说，拜托他们不要再有。我有打算跟小马哥讲说，小马哥，拜托那件事情就只是开个玩笑。对啊，开玩笑，还是开玩笑，说电话讲电话开玩笑挂掉。就中间他就一定要加这个东西出来。那你当初干嘛要他们一起上厕所呢？我想说，大多男生就没差，或去上个厕所，那根本没攻击。好了，你坐下来了，你冷静了。回去会跟他们两个发脾气吗？等一下就打电话给 Junior 啊，讲这东西干什么？好了，不要哭了，不要哭。当天是有点，他们有点聊到失控啊。对啊，就是。对啊，我觉得不是，那我觉得那东西其实，好算了，蛮。所以你有觉得我们康熙的制作人员跟你联络的时候语气都有变化了吗？没有啊，怎么没跟我？就大家都不想提到。真的好乱，不是啊？为什么今天的主题不是这个？为什么会转到这个东西？我们一直想避免这件事，可是 Vicky 不是，就是他们说 Vicky 可以稍微聊一下那天的状况吗？这样子，我就那天状况就是因为记者写的那东西，我才觉得对嘛？我跟他们撇清啊，我撇清。那为什么主题会跑到这里来？刚为什么我跟绿茶那么 close， 曲哥不会讲话或什么等等？因为呢，去完关岛回来，我去关岛的时候，我有带我小女儿去。去完关岛回来的第二天，我老公很认真的跟我讲一件事，他说你女儿有事情要跟你说。我说什么事啊？我女儿三岁多，还不到四岁。妈咪，我跟你说，绿茶欧巴好帅哦，我好喜欢绿茶欧巴，他谈恋爱了。不是姐，你讲这段也没用，大家都在想那个东西。你就不要提就没。他喜欢一个男孩。你又讲，你们真的很坏。就是我女儿就整个处于恋爱当中，所以绿茶是很照顾她。没有哎，很怪，去关岛。所以女儿是纯粹认为外形上绿茶就是帅逼。也还好，可是那女儿以后画画又很喜欢用。确实她很爱用。你们不要再这样子了，不可以。因为我就觉得很怪，因为绿茶也没有太照顾她，照顾她的人可能是维明哥跟小马。他们比较常跟他玩在一起。他可能就会觉得他帅。然后绿茶就是坐在他旁边，然后可是绿茶有唠了一句话说。
亮亮你现在几岁啊？亮亮说4岁，然后他就说哦，那20年后如果你还没结婚的话，我爸会娶你。他就对我女儿讲这种话哎。啊，没有啊。可是当我跟他讲说亮亮喜欢他的时候，他高兴的要飞起来，他觉得只有亮亮懂得欣赏他的帅气。绿茶有跟你说他希望他的微博的粉丝人数要到多少吗？没有，他有说过说如果公司答应过他，如果他的人数超过10000的话，他就可以出一张专辑单曲。对哦，现在多少人？现在已经破了，所以公司已经开始定案了。哇，恭喜！可是当他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还想说，那我应该可以出个5张吧。你已经50000了，是不是？对，可是跟你们比起来，你们可能20几张哎。不要跟我们比100万，200万，没有啦，没有，700、600，我们700万张。真的，700万。可是绿茶其实他就是很希望，就是说他再出唱片这件事。我们真的瞒得住绿茶这件事吗？就今天这一集可以瞒得住吗？什么事？我觉得他自己好像还蛮。是健康的面对。我觉得这是平常心绿茶，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跟你说，你问我到底什么颜色，我真的忘记。正常。对对对，健康型。好。对，王思佳小姐，听说你在 Facebook 上会放一些穿太少的照片，然后自鸣得意，然后 Julie 就会制止你，是不是？微博啦，对，没有，就比如说我们出去玩啊什么，就比如说之前跟 Marco 他们去三亚玩，那你去三亚就会放什么泳装照啊，或是一些比较性感清凉，对，清凉的，然后大家就会说哇什么什么什么很好看什么的，然后就看到姐姐就。我就会先冒汗，然后点点点。你是觉得他太不知道保护自己？我是想说你想干嘛？你为什么里面要塞这么多呢？不是，没有，对，没有啦，真的没有。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思佳你要矜持一点，不要这么的。对，他的意思是说我未婚，他觉得这样子，我说这样将来才能嫁给好人家嘛。可是当初是谁认谁做干姐姐或干妹妹？其实我们并没有明着讲说干。姐或干爹，因为其实我很少有这种，可是我一直真的都把她当妹妹，所以我也都叫她姐姐。对，所以我在那个我们的感情比较，其实说母女有点朋友，对，朋友跟姐妹。那你有跟杨凡说过说请凡哥要照顾她吗？他都会，对，他。因为其实因为我们私底下来往的还蛮频繁的，他可以到你们家玩吗？当然，常常可以。他没有，他就吃饭。对，可是万一凡哥觉得她很漂亮怎么办？他看他的眼神也不一样，因为他是跟我女儿玩在一起啊。所以你有觉得思佳的长相，你有说过叫做吃，你认为很吃亏吗？对，没有，应该这样讲。我觉得思佳是我认识的女生里面最漂亮的。我自己认为我喜欢她的，我觉得她怎么样就很耐看。Vicky 怎么了？没有，我的意思说，我们也都是好姐妹啊，我是说少女啊。好，少女。我看起来其实会比较吃亏，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就是很爱玩啊，然后很冲啊，然后很厉害啊，她非常有礼貌的一个孩子。对。那 Terry 有了这干妈以后，在演艺圈有得到什么照顾吗？我觉得我不太喜欢公器私用哈。然后再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他现阶段他必须要让他自己去闯一下。他永远跟我坐下来，我都只有泼他冷水。所以我希望他能够去增强他另外，比如说他在教小朋友，就是我跟他说，他跟我说他有教小朋友游泳，然后他有教人家就是一些健身东西。我觉得这非常好，因为这是你真正的工作。然后艺人其实平常心说，像他们现在就算这样子很难呢。你跟我说他们能够上多少个通告，他们的工作，然后他其实他会跳舞也会唱歌，但是重点是有谁会出专辑？他背后没有个杨凡大哥啊。对，所以就是没背景嘛，没有背景啊。所以你就会劝他不要有新梦，就对了。对，完全是把这件事情讲成是你有背景去做你该做的东西。哦，我没有什么背景哎，就不过出个专辑而已了，没什么了不起。现在要出专辑多难啊，很难的。你看我们绿茶们努力。所以绿茶也想要出专辑 ，Terry 也想要出。如果有机会，我会想。可是在座的人就是 Julie 出了专辑。然后就是说这跟背景无关，真的没有关系。所以你认为就是完全照你的歌声来的？也没有，我觉得是运气。那你有跟唱片公司说要卖几张？没有哎，我只管唱。
那个，就完成一下梦想。对，我觉得是一个对我的年纪来讲是一个里程啦，就是将来有一些东西可以回忆圆梦。之前没有出过，我没有出过。对 ，OK， 你知道宝妈17岁就开始唱歌？有，我知道宝妈很会唱。嗯，宝妈其实你可以帮 Terry 耶。嗯，对呀，你为什么不照顾一下她？就是帮他出一张，就是介绍或是牵线啊。我觉得因为现阶段他学习东西太多了，然后他要学习去怎么跟人家相处，因为他有一点点自卑。其实他平常就是说他有一点都觉得我这样子好吗？他在工作上面他会这样子，所以我跟他说走出去，用你真正的你个性去跟人家相处，而不是告诉人家说因为我现在是 Terry， 所以我需要你帮助我，所以我用这样，我觉得这是不对。他都已经为了你练肌肉了，你还不帮他？他本来就很壮，他没有为了我，这个不是一天一夜可以变成这样子的，好不好？你有看过他裸上身吗？没有，没有。哎，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已经够，这样已经够了，可以了。OK， 非常开心。所以再热下去的话，应该就有机会可以。如果他要带我去海滩的话，我 OK 啊。他若约你单独出国玩 OK 吗？我刚刚才跟他说，我说我12月30号、31号我订了香港两家饭店，我带你去跨年。宝妈，你没约我，就你们两个人。没有，还有小甜甜和建妮。对，我要带他们去跨年，因为我去年订不到房间，然后你订，我现在就订了。你订几间？两个房间，所以你跟他一间。然后小甜甜跟王建妮一间。哇，不是啦，没了，不是这样吧？哇，精彩哦！可以拍摄影组跟吗？哎，听起来很甜蜜耶。不会是？没有，就是当他在儿子在疼，真的相信。今天需要恭喜的人好多哦，恭喜宝妈 Julie 踏出那一步吗？还有绿茶，绿茶，谢谢，恭喜。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擦起来清爽不黏腻。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你呢？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